像鱼竿，那真可怕。我鱼竿感觉它好像比较，但我感觉它下巴腿软，没有明显的。我鱼竿感觉到它是软的。这是陈琳娜的，对，不冰花。我说他不是冰花，没有，刚刚那是热身。哦，这样子。刚刚我看见镜头接到花花的时候，王俊策有一个很奇怪的眼神。谁啊？王俊策。